啲师傅好尽责，好专业。有时有啲嘢我唔使讲，啲师傅都会识去做。有时话俾佢听，啊嗰度师傅有少少话得，我帮你执。最紧要话俾我听边度唔得嘅咧，我就会帮你补，即系做到足为止咯。即系人实会腌尖噶嘛，嗰样唔得唔得，佢每日佢见到边度唔得，佢话你都要话翻俾我听，我要同佢执到好靓好完美咁样咯。啲师傅系好尽责噶。位于黄大仙怡庭居嘅一个单位，面积651尺，设计和谐。设计师用咗温暖嘅啡色作主题颜色，电视柜同私密柜嘅间隔都好实用。客饭厅唔算好大，但感觉就好融合啦。呢间公司嘅口碑真系好重要噶。找过啲装修公司冇咁好，咁啊上网见到你哋个口碑又好啊，design 又好啊，所以就找咗你哋帮我依间屋 design 咁样啦。设计成本中心嘅网页资料丰富，俾到户主好大嘅信心。有即系相比下，都系觉得你哋嘅比较专业啲啦，同埋即系我觉得都几好咯，同埋一样嘢，比出边嗰啲系咁以宽显你就算数，但系你哋有好多过程，我哋都系睇到啊，又有 catalog 啊，同埋其他嘢咯，所以我就选择咗你哋用你哋间公司咯。大仔嘅房间十分功能化，一张组合床可以储存好多嘅物品，加上窗台、书台嘅设计，善用室内嘅空间。善用室内空间是业主的设计要求，尽量我要多些空间放东西，尽量将这些杂物可以放到是看不到的，即是设计多些柜啊、床啊，即是小朋友你知玩具呢又要放在玩具箱那里，要很多的嘛，这样我就想要求这么多样东西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多些储物空间，因为现在我读到中四，很多书啊，很多可能要很多空间去放一些课外书啊，另外而家要做啲可能试题嗰啲，要多啲空间去做自己嘢，同埋放多啲书咁样。大哥对于自己嘅房间感到十分之满意。我中意纸张书台咯，以前就我同细佬用一张书台咁啊，冇咁方便啦。咁而家就多张书台自己可以做嘢咯。呢度咧就系主人房嚟嘅，而呢度咧侧边放多咗个双面间隔柜，咁样嘅话咧，户主就可以多咗个储物空间啦。喺设计上，设计师提出咗唔少嘅专业意见，业主都觉得好有用。有时我啲唔明白啊，譬如咁啊，间屋啊点样衬啊，有时我衬衣色唔啱咁啊，设计师话啊，你咁样衬会好睇啲，即系俾好多意见我。你知我唔识噶嘛，有时候啊冇理由话黑色啊衬白衬绿色噶嘛，咁啊不如咁啊，或者你对比啦，沉色再配翻啲浅色啊长身咯，佢俾咗好多意见我哋咯。户主心目中设计承保中心的师傅是值100分的。啲师傅很尽责，很专业。有时有些嘢我不用讲，啲师傅都会识去做。有时话俾佢听，啊嗰度师傅有少少话得，我帮你执。最紧要话俾我听边度唔得嘅咧，我就会帮你补，即系做到足为止咯。即系佢唔会话好似人哋啊得系咁意，但系佢唔系，佢真系做足嘅，做足100分俾我咯。一样嘢就话，即系人实会腌尖噶嘛，嗰样唔得唔得。佢每日佢見到邊度唔得，佢話你都要話翻俾我聽，我要同佢執到好靚好完美咁樣咯。啲師傅係好盡責噶。3年售後保養服務真係好體貼到新居入伙嘅客户。即係如果有3年，梗係梗好啦。咁起碼第3年有乜嘢要執都方便啊嘛。好過喺出邊揾師傅，因為有啲如果喺出邊揾咧，都唔知上手。你的师傅跟到边，梗系最好就揾翻你哋啦，因为你知道我本身系有啲咩油啊，佢哋黐开嘛，做翻咁我又唔使再翻译俾之前出边嗰啲人，所以话呢样嘢都好噶，对我哋即系装修嗰啲人咧，俾你哋咧，即系我哋自己有保障咯。好啊。
好的公司梗是值得介绍给其他人啦。有，我会介绍了给我哥哥啦，他已经有装修，他都是很喜欢满意你们的 design 那些。他有在外面比较过，但外面都是不及你们的，即是那 design 那么好咯，完美这样咯。还有一样最重要是啲师傅啊，同埋啲联络人啊，真的好有礼貌，同你跟足晒啲嘢，唔会话啊嗰头冚完电话就算数，佢真系跟同你跟到底，不论由设计啊，去到装修啊，同埋去到师傅，即系每一个人都系跟到十足嘅，就系咁多，就好赞你哋公司啲服务系真系一流咯呢样嘢。即系如果我第时有其他同事啊或者亲戚，我都会介绍俾佢识咯。